续我们的旅程。Ready for your massage？ 好美哦，超美的，老公。哦，来，公主自己走好。好，来搀扶一下我。这是皇上还老侯爷的。哦，看护城河。大家早。早安啊。我们美国行的第三天，耶！我们昨天超早就睡了，11点多，10点就快不行了，对，已经快不行了。然后今天早上5点就起床了，五点，时差还没调好啦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很早就出来，然后找了一间很厉害的餐厅，评价蛮高。然后我们在旧金山的市中心，然后旁边就是那个 MoMA 当代艺术博物馆。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就要去。Napa 酒庄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这几天都会陆续的出片，所以你们有想要看一些美国的生活的话，我们都会很真实的呈现给大家，所以赶快追起来吧！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，生疏的讲法。对。好，准备吃饭吗？走。Go 来。菜单满满的人吗？对啊，满满的人啊。Oh my god！ 走到哪都是满满的人。你想吃什么？看一下菜单，好期待我们的餐终于来了。没错，你看我先有没有美美的？有没有？我想看餐。OK， 它的洛梨吐司。LA。哦，这是蛋哦。对，这是蛋。我以为是酸奶。要。啊！哦，你有看到吗？立马留下来耶，很赞耶，好吃的，很赞耶，赞。然后我的是 cheeseburger， 满满的都是我爱的番茄洋葱 pickle。 哇，这肉看起来很想咬一口。Can't wait， 好不好？ OK。 然后这边很多人都会喝那个柳橙汁，那一堆红红的，这边看过去大概有10杯了吧。但我们今天就 pass， 我准备来吃我们的早餐。这个画面一定要拍一下。哦，拉近距离，来来。哇！小红色芝士的。吃看我的，有点硬哎。感觉就很硬。嗯，没有。它是那个边边硬，里面搭配那洛梨很好吃。真的吗？嗯，你不要乱卖哦。真的。嗯，好。金门大桥，很多人这边骑脚踏车过去，甚至走路或跑步。昨天差一点要骑脚踏车。对，我们差一点要骑。但冷爆了。对对对，太冷了。还好没有。那吹了应该头会很痛。对，但昨天坐那个观光巴士上面真的是看一下就不行了，我们就跑到楼下去坐。尤其在经过这个大桥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头更痛。还不错。耶！天哪，这个大太阳。太舒服了。太舒服了。今天我们是用 Turo 来租了一台吉普车，帅吧？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用这个 App。然后它真的还蛮不错的，就是有点像是租车界的 Airbnb。然后这就是一般人私家用车，然后它可以用 App 就跟它联系好之后，然后它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取钥匙，然后再拍拍照，确保一些安全，你就可以拿到这台车。选择真的是非常多。现在来到郊区的超市，你看光这一柜就是满满的生菜沙拉。我想要买这个，我看他们卖好多那种 energy 的那种饮料，补充一下能量饮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它很可爱，就是觉得一喝应该就会有能量。你看一看，我是买这个，它很多口味，好，会感觉会补充一下体力吗？还是就身体健康这样子？好，如果是真的有的话，我们就引进到台湾，好不好？什么都想买，
人家呈现一个就是仓鼠在找食物的感觉。没有，因为就会很好奇啊，你不喜欢到每一个国，你在国外就会想要看他们超市卖什么东西。对了，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概念，所以把它丢在这边一天也没问题，感觉很好逛，就把它放在这儿吧。嗯，要到城堡了吗？嗯，那我们进来了。啦啦！哇，好漂亮哦！真的是准备要进到城堡的感觉。有哎、欸，开车进城堡。哎呦，再一个公主。公主。这边要先预定，对，我们刚刚快速在外面先预定的，刚刚好，刚好三十分钟后就有了，对 ，lucky， 所以说这边真的要提前预定，一个60块，那加一加税这样子，再加一点税，对，然后不知道可以喝几杯，没有注意看，好像5杯，5杯吗？我没看错的话5杯，然后75分钟，耶，带你们进去看一下喽，哇，太美了吧！是城堡哎、欸，第一次来到城堡，护城河哎、欸，护城河，这就是护城河、啊。在电影里面才看到的奇景啊！天哪，旁边，然后旁边是葡萄树哎、欸，北边有葡萄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好可爱，你有看到吗？有小颗的葡萄，不知道什么品种。好可爱哦、喔，我第一次看到葡萄树。真的，OK， 还蛮小颗的，很可爱耶，哇，好帅哦！在纳帕这边好像是北边的纳帕，然后唯一一个是城堡，在这边非常多酒庄，因为纳帕这边是阳光日照充足，所以葡萄特别的甜，嗯，对，所以很适合来做酿酒，因为真的太酷了。真的很值得来，很可以啊，这个钱感觉花的蛮值得的，因为它不60块不只是那个光喝酒，对对 对，因为你还可以进来参观，对啊，因为没有花60块是没办法进来的，就是一个喝龙水的这边，笑到圈，对，又是那个有吃有喝的，他就 can start smiling。啊，好美哦，好舒服哦，而且这个天气，然后配这个旧旧的样子，太开心了。喝了5杯，现在有点微醺。真的假的？就是微微的有一点感觉。啊，主要是这边真的很舒服，超舒服的。对，然后喝一喝，出来这边晒晒太阳，然后在草坪上面休息一下，很棒。非常推荐火鸡哎，大公鸡火鸡，哇！你是谁？你也太大只了吧，好大只哦！这边有一只，应该不是鸵鸟吧？它不是鸵鸟，火鸡，哎，它羊哎，山羊哎，咩咩，有谁可以告诉我这只是什么吗？哇，大只哎！哎呦，快比你高嘞！Oh my god！ 我们来到 Napa， 今晚要住的地方了。是那种小木屋的感觉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房间，我只有一个4个字可以叙述它，叫做 Amazing。美不胜收，美不胜收。走，如果说有机会来纳帕或来那个旧金山，一定要来纳帕，然后住这一间。你看，超漂亮的。你看我们的天花板，你看我们的床，完美。然后它这边是真的有那个火炉，对，它可以打开来耶，不得了了这一间。然后有一个很棒的阳台，来，好美哦，超美的，老公。哎，他这边早餐就是看你想在哪里吃就在哪里吃，那你可以用 iPad 去点。好美哦，我不想离开这里了。对，怎么那么厉害啊？然后这边的浴缸也是，看多浪漫，超级，点个蜡烛这样子。然后后面的 shower room 非常漂亮，我好喜欢哦。4点 check in。哦，4点 check in， 对。
对，然后五点到六点就是有免费的 cheese 跟球。对，所以现在五点十分，我们现在要够了。走。跟你说，这间饭店不得了，真的很喜欢呢。你知道它每一个角落都有精心设计过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看一进来这个大厅，可以免费吃这些 cheese 跟饼干。有没有很完美？有没有？然后你看一下它这个冰箱里面东西都可以喝，这样子。我们看一下室内的一个环境。它整个户外的设施，超美的。它旁边有个湖。是不是很美？你们有来 Napa 真的要来一下哎。然后现在是五点的阳光，超漂亮的。它就是有分很多区域，然后现在已经时间快到了，要赶快来点一些红白酒，因为你可以就是免费喝，在这一个小时内。说不出什么很惊艳的话，你知道吗？看看我的笑容就知道了。很可以的，配白酒最赞的。他说这次现在可以清爽一点点，然后那个水果也还不错。他说的吗？ OK， 好，你去户外享受一下太阳。我们来看看福哥在哪里。Oh my god！ 你要帮我马杀鸡了吗？没当。Ready for your massage？ So take off your clothes。Okay. Get it to you. 整个椅子、沙发，你们有听到那个鸟的声音吗？然后看出去还是小湖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想在这儿多住一天。刚才是不是都没有看到我？你们偷偷躲起来享受了。这边真的太棒了。一定要来，真的有机会来那个旧金山，开车过来吧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的时间，你们大概只会看到我们都在发懒吧。所以你们如果说想要看到更多很不错的一些美国的景点，对，记得追踪我们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这样啦，因为我们要去享受了。拜拜。这个地方的资讯我把它放在我们的那个资讯栏，有机会可以来，真的非常棒。我已经想不到其他节目了，太美了。